照相。哦，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参加这个劳工运动？学校对，大家都为什么大家来啊？这都给你出来讲了，赶快讲一下为什么参加。你们是学生不是劳工，为什么参加？讲一下。之后都会变成劳工啊，我们的父母也是劳工，我们亲人也是劳工啊，我们要为自己的权益，对，我们要为自己的，我们要为自己家人的，我们要为所有人的权益大声呐喊出来。好了，不要讲，不要话那么多，不要那么激动了。他是政大，他不是台大。都有。那你们怎么会串联在一起？因为这写的是台大嘛，你们怎么会串联在一起？因为我们都没带牌子。你们都关心老公。啊，你们都没带牌子，所以就在台大底下。这个象征学生都站在一起。那你们有没有想到以后跟他们串联一下，团结力量大？OK， 好，了解。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可以看我的报道，哎，打那个好奇宝宝台湾发声就可以看到我的报道。